剧要受不受大家欢迎呢，往往跟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啊有很大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专门唱这个连续剧主题曲的一位巨星，那就是林淑荣小姐，我们来欢迎她。哎，飞飞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啊，今天我们想在这个节目单元里面跟大家谈一谈连续剧的主题曲，我想邀请到您那是最恰当不过的。哪里哪里，飞哥。真的是，您记忆里面第一部连续剧。那哇，那很早很早，那时候我很小。嗯。我记得有一部很感人的，叫《金金》。金金。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光说不练不行，马上先让我们回味一下《金金》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听听看，听听看。静静静静，孤零零，像天边的一颗寒星，为了寻找母亲，人海茫茫独自飘零，静静。有一点点印象。我平常讲，我是第一次听到你用清唱的方法来唱歌。哦，有有有有，真的是感觉到这个啊，的确很丰富，那歌声呢很特殊，很好听。哪里哪里，不过还有一出戏哦，也是最早的，它是爱情文艺连续剧的，就比较轻松一点的，是不是？也有比较轻松的。哦，比较轻松一点的有没有这样子的连续剧？哎，这首是情侣呀、啊。哦，情侣。哈哈，哎，情侣不错啊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我们也有主题曲对吧、啊？有啊，我们来唱唱。那我要麻烦飞哥，我们来唱，我怎么敢跟您？啊，你吹口哨，我唱哦。是我迷惘，你来吹啊，是什么力量？奇怪，怎么你一吹我就想上厕所？这个不要这样子嘛，给我漏气。为什么的？这个吹口哨也是个学问呢、啊。对，你不觉得我吹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谢谢。这个连续剧主男主角女主角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一位？哦，我记得男主角是吴峰大哥、哎，然后女主角是一位张琪玉小姐。乖乖，这位奥桑叫门贵会哈、啊，哎，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哪个你讲啊？奥利萨，老啊，我可能对你没丢了。哦，不不，你真不简单啊。哎，还有就是哦，古装的。武侠片的，对对，也有主题曲吗？有哦，哎，有一出戏哦，它很特别，它播出了有300多集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突破它的记录。哎呦，您讲的这一部我晓得，一定是讲保镖、哎、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保镖这部戏也是这个有史以来创的记录、啊、最长集数最多的一部连续剧。对 对, 对，300集，但是后来这个它是因为观众需要嘛，就欲取欲求，这个制作单位呢，这个编剧就一直加。对对，演了300多集，里面有很多大侠，这其中有一位是张玲小姐演的，是对，她演什么角色你记不记得？她人又漂亮，功夫又好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她演一个就是最标准的、哎、最标准的女中豪杰。对对对，到现在看起来这个张玲小姐还是一样美艳照人。嗯，当时你们还有一位欧阳无敌啊，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哦。哎，杨宗明先生、啊、我记得那个时候小伙子刚刚退伍啊、哎、现在每天是陪我妈打麻将还哦，难怪都没看到他。哎呀，真是光阴催人老啊，哎呀，志向都磨光了。那个歌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好吧？好啊好啊，保镖啊。小骨肉请流浪走四方，啊
到可爱的马啊。哎，奇怪，我后面怎么会接到嗯汤来的苦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夸张？我觉得这两首歌还很像。嗯，是音是一样的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啊！除了这个保镖以外啊，还有些什么歌？嗯，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古装的哦、嗯，蛮适合你唱的。适合我唱？对，哦、包青天。哎呦呦呦，这个包青天呢，这不是我吹牛了啊、哦！我喜欢看，哎，那个时候那个电影那个连续剧出来的时候，嗯、我每天盯着，把主题曲背的也很熟啊、哦。嗯，这样子，哎对对对，我觉得这首歌蛮适合飞哥唱的哦。大家，我也给大家来这个稍微贡献一下，好啊、大家回味一下，好吧？嗯、老师，请了。啊尽是烟，江湖豪杰都躲在家里面，王朝的马在笑边。啊、在身边呢、啊、对对对，正常的这个词是在唱这个在身边，但是我唱的是他们这个他们也要上厕所是吧？我真受不了你、啊、这个我唱一到我这边唱总是开开玩笑啊、哎、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、哎、唱几个来中气十足，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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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平常有这个锻炼身体啊等等的、哦啊、这个要讲起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，那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啊、嗯、对，今天我们要听林淑荣给我们一一来唱出来呢，我想这个光是唱前面几首观众是不会满意的。嗯、啊、我们所以制作单位特别啊邀请他，希望他把这个所有连续剧主题曲编了一下，挑了几首好听的歌曲、嗯、做一个主曲来贡献给大家，没问题啊，好不好啊？好 啊， 好啊，一起来欢迎他的歌曲，谢谢。爱上你有人不后悔，除了你知心又有谁，写就像你花是想的那么远。
就是在遥远的银河，想起去也有一忘记那份爱。